是翔样，今天来到我们这个 Car Parking 的 4.8.22.3 的版本更新介绍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更新日志，这一次出了三款新车，第一台是福斯，然后第二台是尼桑，第三台是 Honda 的车辆，然后再来除了这三个以外，还有出了一台到俱乐部排名前十才能购买的 Toyota 皇冠车辆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来看一下这一次更新的新车四台，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更新的三区的地图。我们等一下会开着这一台保时捷 GT3 R5 来跟我们的好友一起去跑。我先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三区地图，它现在改的就是比较像那个秋天枫叶的感觉，枫树林的感觉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新车。首先这一台呢是我们的尼桑的车，然后我觉得3000CB 有点贵啦，然后这四台都是 CB 车，除了这一台3000以外，另外几台都是1000CB， 但是我自己都觉得还蛮贵的，所以我们就都不会买。然后这一台是那个福斯 1000CB， 皇冠应该在前面一点，对，皇冠这个 1000CB， 但是要俱乐部前十，你要买也没办法买，好像蛮后面的。欸，找到了，这台是 Honda 的车，然后是 1000CB。 那这边介绍完新车之后，我们等一下呢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今天呢总共有六台车辆，可是现在剩五台车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的区域，这边主要是餐厅啦，然后后面现在这一次打造比较日本，然后又有点秋季的感觉，然后后面这边就是餐厅，餐厅这个颜色也有点有调过，所以这个感觉也不太一样。好，这个有兴趣的人可以看一下，跟原本比起来，原本就比较普通，场地也比较小，然后现在比较大一点。然后这边后面还有德莱树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先拍个照之后就准备开始哦。哇，这餐厅双层汉堡啊，双层的肉芝士堡，好吃的，还有墨西哥的。我好了，开始吧。我好了，开始。啊？我们先去那个，我们先去我们昨天没空去的那个湖，走吧，跟我走。哎，等一下，没事，他是走这边。等一下，切进去，走小路。会撞欸，等一下，这个在哪边拍？拍椅子的吗？这边车子会砸掉。所以等一下可以洗车啊，等一下有个加油站，就昨天去的那个地方啊。这边吗？车要停在这边吗？油门踩到吗？这边停得了吗？这边好，这边停得了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我兄弟说很能爽。不是，浩代，你的车太后面吧？我跟那个小心，跑到后面去。我觉得量产，油门快踩，发动机爆缸，不是天。有台车掉下去了。
想不到一招生马上就叫他们来车聚。对。你觉得要让他们在车上还是在底下？随便啦，我是想要那个在红叉车上的那个无敌挺身的。哦，那就这样吧，随便他们。哦，过关了。啊，我超想。好了，走吧。我们去那个，只有一个。昨天你拍整排的那个地方。对。啊，就那个，你不是昨天拍整排，然后修车厂，只有修车厂那个。我觉得它这个整个山区地图都蛮酷的，跟之前以往就是有个很大的差别。我撞车，然后这边还有个隧道，隧道有啊，然后它这个隧道很神奇的是，哎，对啊，它这边很神奇的是，它有做紧急逃生出口，对，超短的超短。可是他走过去，我有试过，转过去就直接掉到那个虚空里面了。好，我们又绕回来餐厅这边了。我们先去修车厂，在这里。我在认得路口，你们要等我一下。你先试修车吧，洗车等一下啦。洗车，等一下就给你洗哈。哎，等一下我们可以排队洗车哎。哎，我突然想到，我们今天车就停在这边好了，车就直接停在店门口。你为什么不立停身？你在你车旁边呢？啊，好刺激的哦！好吃好吃。不是，你在吃是吃什么？我吃什么？鸡肉，我要吃 chicken。啊，哈哈。chicken。好了，等一下我瞧另外一种那个角度。到时候一样那个封面照给你们选，因为我真的很犹豫。好了，Hello. 我们去那个你最爱的洗车。来哟！等一下，你先不要到。那个红茶说等一下用打字。我原本想说十点就可以结束，结果现在已经超过十点了。哇，撞了！来录这个奇特的画面，排队洗车。哎，先不要洗哦，先拍一下照。OK， 对。那先转不见，但我们去的比较慢一点，比较好用。哦，有哎。教我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不乱按就发现。你们车往前一点。你们车往前一点，不然后面那个有点难拍。啊，浩带你车往前啊！哦，快走！
等一下，我快好了，快拍完了。好了，起车，来做正事了。嘿嘿嘿，先给我撞到。哎，为什么又撞到？等一下，我觉得我方向盘怪怪的。洗车全记录。够了，干！哎，为什么他洗车洗这么快？啊！好了，我们排着吧，我们一样要跟昨天一样去耍大牌。什么大？挡路中间，来拍你们洗车，好笑。哦，车辆已经洗干净了。好，没关系，那就当过经过吧。红茶车速也洗好了，是吧？对啊。哎，打到油门。啊？不是，你们停横的，哎、欸，你们要停这样也是可以。可是这样有点难拍。啊。这样有点难拍，我决定我移车好，来移车一下。哎，你指挥好了，你指挥跟昨天一样，就是加油站几个人，来拍一个加油的风格。哎，我觉得浩登，你车要换个位置，不然你在那边拍不到。哦，那我请进点，请进点。嗯，好。因为昨天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拍不到。应该说有拍到，只是没有很明显，应该这样讲。没差，就拍就好。好了，那就要走，我们去那个好了，去我们昨天最后一个点。哦，哪里？我知道哪里。对。我觉得我们这个应该也差不多了。山区真的很漂亮，山区这边他这次改的真的很棒，不然之前那样都是感觉旧破破的。超好！之前那样就感觉很像破，等。哎，这个工厂要拍吗？工厂这边。不用，好。啊，也是的，那我们就直接昨天的最后一站。哎、欸，他帮我改红烟了、哦，红烟，我想说，为什么我感觉不一样？为什么要撞我？你那个 BMW？ 没有那个魔术啊，魔术开的超快啊！好了，就这样吧。哎、啊，你们玩了吗？没有哎。结束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移一下角度，等一下就可以真正的喊结束了。然后等一下换我介绍这一次更新的车辆了，最累的还是我。呵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这个 CPN 4.8.22 版本的更新地图介绍就先到这边。那这一次的山区地图整个大更新之后，真的非常的厉害啊！哦，我们今天车距加地图更新介绍就先到这边。喜欢我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